者杨新汉台北报道，范玮琪今天出席代言活动，近来他与张韶涵恩怨又遭网友掀起，对此他出席活动无奈说，这一题我真的就不回应了，一度谈到眼泛泪光，面对记者追问更不断重申这一题就放下吧，那些不重要无聊的事情就放下吧，希望大家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。范范与张韶涵曾是同门师姐妹，他俩八年的旧怨却被中国乡民重炒，范范无辜惹骂声，与老公陈建州亲上火，现回击乡民后，不料张韶涵却发文黑白狗别乱叫博关注虚，被指是在暗讽黑范夫妻俩，他受访谈到心情没影响，还好啊，从过年到现在有很多时间可以陪小孩，完全 focus 在他们身上，更自嘲现在心脏变得很大颗，不会去在意网友评论。至于老公黑岩是否有特别安慰，他对此说，他的互动比我强大多了，他是黑人所以不怕黑。范玮琪出席代言活动，记者赵世勋社，范玮琪出席代言活动，记者赵世勋社，范玮琪中出席代言活动，记者赵世勋社。